Hello， 今天又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小时候很喜欢的面包之一，就是菠萝面包。那菠萝面包呢，我觉得一定要刚出炉的时候最好吃，所以我一般不会做太多。那上面的酥皮呢，非常的酥脆，配上下面的汤种面包，就是外酥内软。那我这个配方有加一点点的盐，所以吃下去呢，就有一种微咸的后韵，就不会很死甜，大人小孩都会很喜欢。前天晚上睡觉前先准备汤种，用50ml 的清水和10克的高筋面粉，把它们混合之后倒到锅子里面，然后小火加热，期间要不停的搅拌它，一直到它呈现浆糊状，大概是65°C 左右。汤种煮好之后放到一个保鲜盒里面，然后马上粘上一层保鲜膜，避免表面产生一个硬皮，然后盖上盒子，等汤种凉了之后就可以放到冰箱。材料是可以做4个菠萝面包。那首先用2.5克的即发酵母和15ml 的温水混合拌匀。搅拌盆预先冰冻过后，倒入145克的高筋面粉、15克的糖、5克的奶粉，还有刚刚准备好的酵母水、13克的蛋汁，还有昨天做好的汤种。汤种的重量大概是48到50克。转低速混合材料，然后期间要慢慢的加入40ml 的牛奶，那牛奶要慢慢的加，不要一次全加，因为每家面粉的吸水性都不同，如果你的面粉吸水性比较低的话呢，那一下子把牛奶全部加进去，面团可能会太湿黏，没有办法成团。成团之后加入2.5克的盐，然后转高速，一直打到可以拉出锯齿状的薄膜，大概是需要10到15分钟。夏天打面团的话，建议一定要在搅拌盆外面包上冰袋来降温，因为我们希望最后的面团是25到26度之间。打面团的过程中，如果觉得面团太黏缸底的话，也可以暂停，然后在面团上面盖上保鲜膜，然后放到冰箱里面10分钟的时间再拿出来打，会比较好打。打的时候可以稍微用刮刀去辅助，让面团黏上那个搅拌钩，可以看得出来冰过的面团比较不会掉钩，比较好打。打了10到15分钟之后呢，可以暂停。这个时候的面团应该比刚刚柔软很多，可以拉长，代表它的筋性已经出来了。然后用手可以拉出锯齿状的薄膜。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13克室温软化的无盐牛油。先转低速，大约2分钟的时间去融合牛油跟面团。牛油搭汁和面团融合后就可以转高速打，大概8到10分钟。那如果觉得期间有粘黏缸底很难打的话，一样可以放入冰箱去冷藏10分钟再拿出来打。打好的面团柔软度跟耳垂差不多，然后可以拉出很薄的薄膜，断裂处是平滑的。把面团整成一个大圆形，然后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盖上保鲜膜，放在厨房一个温暖的角落进行第一次的发酵，大概要1个小时。等发酵的时候可以来准备酥皮，将室温软化的30克的无盐牛油、23克的糖粉和少许的盐用刮刀轻压把它们混合，这个动作只是要防止之后用打蛋器打的时候那个糖粉不会飞得到处都是。接着用电动打蛋器打大概1分钟，牛油会是浅黄色，然后很柔滑。准备13克的全蛋液，然后分2次加入，用打蛋器打匀。开始打蛋器之前，可以先手动把它们混合一下，这样子蛋汁比较不容易溅出来。加入6克的奶粉和50克的低筋面粉，过筛后用橡皮刮刀轻轻的把它们翻匀，不要过度的搅拌，这样酥皮才会酥脆。把做好的酥皮移到保鲜纸上，然后用手稍微整成一个长条形，然后放到冷冻库里面至少15分钟。1个小时后可以看一下面团发酵好了没，用手指沾一点面粉在中央戳一个洞，只要洞不回弹就是发酵完成。把面团的大气泡拍掉，然后把面团平分成4个小面团，每一个大概75克。把分割好的面团分别滚圆，滚圆前要尽量拍掉小气泡。4个面团都滚圆好之后，就盖上一张湿布或是湿纸巾，让它松弛15分钟。
准备好烤盘，上面铺好烘焙纸。从冷冻拿出酥皮，然后分成四等份，然后用手掌把酥皮搓圆。酥皮都搓好之后呢，就把它们再次用保鲜膜盖住，然后放回冷冻。因为酥皮软化得很快，如果太软的话，菠萝皮之后会很难操作。这个时候面团已经松弛好了，那把四个面团都分别进行最后一次的滚圆。先用擀面棍把面团擀平，像饺子皮一样，然后把边边的气泡擀掉，把面团从四个方向往内折，然后再滚圆。等四个面团都整圆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准备菠萝皮。那先准备一张很湿的厨房纸巾，还有一张保鲜膜。拿出冷冻的酥皮，然后取一颗放在保鲜膜上，然后把保鲜膜对折，这样面团的上下两面都有保鲜膜覆盖。然后用任何一个平的道具把面团压平，如果直接用手掌按的话，容易不平均。压好之后呢，慢慢的把上层的保鲜膜慢慢的撕掉，然后左手拿面团，右手连着保鲜膜一起拿起酥皮，然后把面团倒扣在酥皮上，这样光滑面的面团是贴着酥皮的，然后用整个手掌轻轻的握住酥皮和面团，最后慢慢的把保鲜膜撕掉，然后把面包放在台面上稍微滚圆整理一下。要开始画纹路之前，最好先把刮刀用湿纸巾擦拭过，因为如果刮刀上已经沾了一点酥皮，刮刀就会油油的，那直接画的话呢，酥皮就容易粘黏，纹路就不会好看。切菠萝纹路的时候，刮刀要顺着一个方向画下去，拿起来不要反复来回的去画。整形好的菠萝面包放到烤箱里面去进行第二次的发酵，烤箱里面摆一杯热水，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等面包发酵好之后呢，薄薄的刷上一层蛋液，放入预热好170度的烤箱，上下火都要开，然后面包要放在烤箱的最下层烤大概17到20分钟。谢谢妈妈做这个给我。